你的眼睛在笑，我的脸就发烧，你的声音围绕，我就神魂颠倒，喜欢偷偷看着你，你却不知道。你好像有点吵，我的心跟着跳，随便你怎么闹，护着你戒不掉，喜欢偷偷看着你，你却不知道。你想我你不想我，偏偏不告诉你，你爱我你不爱我，这是一个秘密。假如你在装哭，我难免生气，我只好承认我百分百在意。你是我伟大奇迹，全天下最爱你，你是我命中注定，没人比你美丽。一直陪我好吗，我最爱的你，我对你轻声说我愿意，我对你大声说我爱你。姑娘，这都走了许久了，怎么还没见到你家呀？啊，山上雾大，那个一时半会儿我也分不清楚方向，再往前走走吧。这才酉时，哪来的雾啊？那个可能是我刚刚跑太极，有点头晕眼花了。哎，你家到底在哪儿？就在前面。前面哪里？前面村子东边的小河旁。姑娘，我看你被流氓纠缠才想要送你回家的，现在你七绕八绕也说不清你家到底在哪儿，我实在没工夫陪你玩中一藏的游戏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其实昨天那些人不是流氓，是窑子里看场子的。窑子？嗯，我爹好赌，在外面欠了一屁股债，就把我卖到怡红楼抵债，我趁他们不注意逃出来的。你爹怎么能这么对自己的女儿啊？没办法，谁让我是养女呢？我逃出来就是为了打听我亲生爹娘的消息，我再也不要回那个家了。对不起啊，刚刚不该跟你说那样的话。没事，我也是不知道去哪儿找我爹娘，怕你丢下我才故意带你绕路的。姑娘，你的难处呢，我能理解，也不怪你，但我急着找人去，得先走一步。这些银子你先拿着，以备急需。找人？找什么人啊？我妹妹，她离家出走了，我从临安一路追到这儿的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你放心吧，看你这身打扮应该是个贵公子，你妹妹一个大小姐跑不了多远的，没准这会儿已经回家了呢。你说的对，没准他就在气头上，气一消自然就回去了。我得回去看看去。哎，不然你带我一程吧，我现在没有容身之所，你能否把我带到临安城，我可以在那儿安顿下来，然后寻找我爹娘的下落。你就带我这一程，到了临安咱们就各走各的，我绝不打扰你。你要是不带我，要是怡红楼那群人再找过来。走吧。上吧，是你表现的时候了。我现在除了肉什么都吃不下。叫什么叫啊？
奇怪，难道是我听错了？可算能吃了。哎，慢着。怎么了？哦，你抢我鸡腿就算了，你连鸡蛋都不放过。没看见他冒着热气吗？哦。小馋猫。你不吃？我不饿。哦，吃完记得把药喝。你的手是上回你救我时受的伤吧？那天的事是我没有保护好你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没告诉你是我不对。如云说的对，两个人的事情就应该我们商量着来。我们？你现在愿意听我解释了吗？嗯。我让你假扮婉儿，除了安慰奶奶，还有另一个目的。我想借你查出我娘当年真正的死因。你来府里这么久，一定也听说过我娘当年是怎么去世的。他们都说是因为多年前的那场大火。其实昨夜路不安全，今晚在这凑合一夜，明天早上再出发。嗯。披上吧，别着凉了。这么大的事情，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？一开始不说，是怕打草惊蛇，也担心你不配合。后来我自认为能保护你，无需让你担心。可是看到你险些遇害，我才明白我错了。从头到尾，我的眼里只有我自己的目的，却忽略了你的感受。我和你说这些，并不是奢求你的原谅。这一次，我想把选择的权利给你。如果你愿意继续留下，留在我身边，明早四时，我在农舍门口等你。那我先回去了。
少爷，少爷，鱼上钩了，我们走吧。走。可心。小刘。可心啊，我们这是去哪儿啊？离开临安，去一个我们想去的地方。离开临安？嗯，我们一起。怎么，你不愿意吗？怎么会？你想好了吗？既然袁鹤已经看见你的脸了，那就说明这里不安全。你不在，我一个人待着还有什么意思吗？倒不如去一个新的地方，重新开始。那你这些年吃的苦，岂不全都毁于一旦了？这些年，我也置了不少的家业。这些天你不在，我真的吃不下睡不着。终于接到你的消息，一颗心总算是定下来了。经过这么一遭，我已经想好了，人没了，什么都没了。那子谦呢？我们安顿好了，自然就把他接回来。可心，你真好。啊，小六，我有点不舒服，在前面停下来吧。好。咦，没事吧？可能坐车坐久了，胃里有点犯酸，你陪我下去走走，透透气吧。赶路要紧，要不下去稍微走一下，就马上回来。嗯。你干嘛老盯着我看？好看。你还是跟过去一样，喜欢哄我开心。再怎么好看，岁月不饶人，我也老了，你也不年轻了。这样不好吗？我们一起慢慢变老，永远都不会分开。这也是我的愿望。真的。你是不是因为觉得我平常都不会说这样的话，突然这么说，你吓到了？怎么会呢？我开心都来不及呢。可心，自从你把我救回府里帮我治病，把我从鬼门关里拉回来的那一刻，我就想我整个人，整条命，都是你的了。你对我笑一下，我就能开心好几天。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们可以，可心，我们现在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。你知道我有，你看，瞧你高兴的连话都说不清楚了。我能不高兴吗？我等这一天等太久了，我的这条命都是你给的，就算有一天你要收回去，我也无怨无悔。小六，你在瞎说些什么呀？我知道，只要我活着，我知道那些秘密就活着。只要那些秘密活着，你就不安全。你，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女人。只要你亲口告诉我，你要杀了我，我这条命立马还给你。我，叫叫叫！玉玉，少爷，他们应该就在附近。
小六，站住！别跑！顾言熙，别跑！顾言熙来了，喊救命！你不要管我，你快走！放走！我让我杀了他。跟我回去，老实交代，还是条活路。还想让我跪谢你的大恩大德？我告诉你们，老子不稀罕。我逃出来的时候，顺道拐了这个女人，就是想死也拉一个顾府的垫背。站住！你再上前一步，她现在就得死。言熙，救我！姨娘，你没事吧？也行，幸亏有你，要不然姨娘今晚就凶多吉少了。姨娘，是言熙来迟，让你受惊了。干嘛？走，刘叔伯。你想要的，我都会替你做到。照顾好自己。小六，对不起。还没走啊？我在等人呢。你的同伴昨夜就走了。啊？昨夜走了？对啊。他会回来的。哎，又一个失身少女啊，我见得多喽。哎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没事。好的，好的。如大夫，千羽，你怎么来了？如大夫，我听元鹤说，言熙哥哥病了，在你这休养。他得的是什么病啊？他就是暑热，然后困阻脾胃，耗伤正气，歇两天就好了。暑热。又不是三伏天，哪来的暑气？我刚才说暑热了吗？嗯。啊，你这一定是听错了。我说他是这个湿气缠身。你像言熙这么平时不注重养生的人，就更容易中招了。如大夫，我知道你是好心，怕我担心言熙哥哥的真实病情。没关系的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他是不是病得很重啊？怎么会呢？那我去看看。哎，等等。我刚才给他施了安神针，他现在需要绝对的安静，但凡有一点动静，他就会被惊醒，我这一切就前功尽弃了呀。可是千羽姑娘，你就放心吧，言熙就是有些累了，现在有些头重身困，睡两天就好了。真的？嗯。那好吧，那就有劳你照顾言熙哥哥了。嗯。
这是我亲手做的一些糕点，都是妍希哥哥爱吃的，麻烦你替我转交给他。这顾妍希真是好运啊，走哪儿都有人惦记着。那我先回去了。千羽姑娘，你来这儿不会就为了这个吧？师傅，我回来了。小安，你不是出城了吗？我姐刚跟顾少爷和好了。顾少爷，别乱说。你不是说妍希哥哥在休息吗？这位是我新招的徒弟，他跟他姐姐一起来拜师学医。我觉得顾妍希的情况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一些，于是就派他姐姐去照顾他。但是妍希这个性格你也是知道的，很难搞啊。于是他们有了一些误会，但是现在都解释清楚了，是不是？是，解决了，解决了。我怎么觉得你好像有些眼熟，在哪里见过？千羽姑娘好眼力，这叫师徒相啊，这一看就是跟我待久了，在我英俊相貌的熏陶下，他的眉宇之间也开始有了一些不凡的气韵，是不是？对，有这么好的榜样，小的当然要向师父学习。那我再看看。你们起来，不敢入目。千羽不是这样的，千羽不是你想的这样的，怎么考得我的初吻呀？你害羞个屁呀，我完了，我事情就是这样。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袁鹤已经找到了马小六在府外的一处房舍，我去找找线索。那我陪你们去吧，多个人多份力。少爷，就是这儿。少爷好。我们搜搜看。有夹层。啊，我看看。真的。你看。这写的什么呀，乱七八糟的。是暗记密码。用的应该是反切法。取上次生加下次运。连起来才是它真正的意思。那我看看。嘉元六年腊月初六，车马费27两27钱。奇怪，记个账为什么还要用密码呀？说明这些账目对他们来说很重要。少爷，这个你看，他这个心字应该是绣荷包的人绣上去的，也许就是马小六的女人。看这个图案，应该是平江一带的绣坊。那如果没记错的话，如夫人她就是平江出生的。我小时候听府里的下人们聊天时说起过，这心字就是姨娘的闺名。也就是说，这个荷包可能是如夫人的。这边是临安城里，那帮人跟不了这么远。那后边是临安城最好的客栈，我给你的银子应该够在那儿待上一段时间了。我还得回去看看婉儿的消息，就不送了。跑那么快都不知道我叫什么。少爷，你这两天去哪儿了？婉儿小姐回来了吗？少爷，你去哪儿？
小婉，怎么回事啊？伤着哪儿没有？没事儿，你看我像有事儿的样子吗？哎，我听说你被人追杀了，前几天找你又没找着。我就遇到个小毛贼，没事儿。我是真怕你有什么闪失。你这几天不在，都去哪儿了？我在医馆养伤呢。养伤呢？嗯，柔大夫说我身体需要静养，就让我在医馆躺两天。没事就行。没事比什么都强。婉儿，奶奶，大哥，你伤在哪儿了？奶奶，您坐。您坐。哟，让奶奶看看。子谦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哦，我看婉儿回来了，就赶过来看看。哎呦，我说你呀，遇到这么大的事情，怎么还瞒着家里？奶奶，我没事儿，您别担心。我不就是怕您担心吗？我就在如大夫的医馆啊休息两天，调养调养。在回来的路上，你大哥把事情都告诉我了，都怪奶奶不好，让你去什么女德学堂，惹出这段祸事来。我这不是没事儿吗？多亏大哥来得及时。哎呀，子谦。哎，奶奶。你也去瞧瞧你娘吧。对婉儿下手的歹人在潜逃的时候劫了你娘做人质，幸好被你大哥一并救了回来。什么？风吹起你的发丝，你回眸身与月光照进我的心，冰封住我的思绪。茫茫人海的相遇，满心欢喜。凝望你的眼睛，又闪烁星星，是我最甜梦境。我无处可逃，你是因